OK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叫何庆啊。OK， 所以我来这个 DBOM 的这个课程哦，是真的学到很多这个讲话的技巧了。在之前哦，讲话就是已经是那种没有计划性的东西讲，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课程，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如何去计划性的去把一个 speech 讲完。OK， 好的，谢谢。增加了很多，呼吁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一个 TOM 的演讲大师哦，培训班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楚琪 Sasa， 我是第一届 TOM 演讲大师培训班的学生。那在这六个月里面呢，我学习到除了讲师应该有的体态啊、礼仪啊、那麦克风的那种风格之外呢，最喜欢的就是李永刚的课程。李永刚老师呢，能够给我分析到每一个细节，非常的细腻，让我呢能够在里面更加使我这个讲师的路程更加的专业化。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，我能够在更多的大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讲师。Hello， 我姓周，叫小玲。李永刚老师俾我上到呢个第六个课程咧，我觉得好有自信。可以俾我咧，好勇敢咁样上台攞麦，同大家分享事前规划嘅重要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西西列初第一届的 TDOM。学习的过程中，让我得到很多很多站台上的一些知识。然后我感谢富贵，也是感谢于永康老师这么用心的栽培我们。然后在学习的当中，让我呈现出更有自信的我。在未来的话，我会继续再努力，在台上再发挥的更好。谢谢。